出发去看小火车了，今天是第二趟。为啥能照到我？因为你的镜子里呀。这个是陕西凉皮，哇哦！你们都往碗里夹一点，热肉的。冉哥哥去买了咖啡，我买了奶茶。嗯，这什么咖啡 ？Gloria 什么玩意？没有说你点的是什么。拉外的老崔，现在吃完饭了，然后再去小树林的路上，不对，去丛林小火车的路上。Hello，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丛林小火车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要先去买一下票。咖啡冰冰，老人在旁边层面都是不光阴眼的，请往这边走，快走，这是这个这个下一趟3:40也，我看一下啊，都不卖票。 All train sold out。 All right. So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还要订票。给我来一张。尴尬了，昨天晚上我问大木说要不要订票，他们说不要 ，too much， lots of tickets， we don't need book before。难道是因为放假所以人？有可能。那我们来给你5分钟的素材，你解释一下。因为我平时来都是不用买票的，因为他那个火车座位就是。整个一条火车你上去随便坐的，所以我以为不需要票，因为也有站票什么的。有站票。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到了丛林小火车这里，然后今天的票卖完了。尴尬的遇到，然后因为票卖光了嘛，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决定回去以后在官网订一下票，然后再找一天来。我们先来吃一个午饭，本来吃越南粉的。我今天没有戴墨镜，然后太阳很大。Huffing Billy this way。我觉得这次买到票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坐的小火车了，我们已经坐上小火车了。
但是我们没有坐到车尾，我们坐到了车中间，然后我们也没有坐到右边，我们坐到了左边，因为我们来的有点晚。要出发啦！到了湖边车站，这个站叫 Lakeside， 然后我们买的终点是这里，它其实还有后半截，但是我们不想要坐这么久，所以我们就买了中间这个点，然后再从这里坐返回的小火车回到始发点。我们准备返程。现在又停靠在途经的一个站，应该会短暂停一两分钟就要走了。这个列车长老爷爷好可爱，好像圣诞老人。拜拜。先卷帘给盖起来。你说为什么要盖起来呢？怕灰吧，或者怕有动物这么拉扯。拜拜。You too。我们已经到停车场了，然后准备走了。小火车的店来吃饭啦，迎新年的晚饭。也是2018最后一餐吧。商场里面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估计只有餐厅开门了。冉哥说这个黄色也好看，泽林的店设计都好好看呀。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卡里亚。Hi， Thank you。我坐了，它也是那种怎么说呢，西式日料吧。我们决定根据小红书上面推荐的来点一点。这个光线看我们头发，像还挺好看。这是第一个我们点的sashimi的拼盘。准备回家了，回家了。有一个宝宝的气球飞上去了。Apple， 没有人的 Apple。不是这样子吗？好看。喵，到家了。这光拍的，我的皮肤好亮呀，头也好油呀。
还有啥？Hello， 大家，首先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在墨尔本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和冉哥两个人先开车去 City。今天的计划就是在 City 再逛一逛，我们出车库了。除了逛一逛以外，我们会去一下 City 的涂鸦街，因为墨尔本嘛，也是一个网红打卡景点，对不对？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后就是明天的飞机回悉尼了。等一下要去吃的餐厅是叫彩云南。是一个云南菜，但木薯很好吃。我们之后再跟他一起到 CT 汇合。我们到啦。Ships are filling up fast. Are you ready? Forget my memories and leave those hurting knees behind. 今天天气好好，我们到了涂鸦街。这里还有一只小喵喵。Sing along as they hum and be fulfilled. Many more will come, many more under the sun. Pack your finest suit. We will keep it steady. We will be the confetti.现在准备回家收拾一下东西，因为不想要晚上太晚了再收拾。妈妈，这些树还绑了红腰带呢。哦，听到声音了，等下可能会有个小火车经过。哦，感觉来墨尔本以后脸又圆了一圈。我们来吃和牛屋了，这个日料店。点一个这个鹅肝饭，好像很好吃。我们已经坐上桌了，刚点完餐。是鹅肝饭，然后刚刚郭晨已经帮忙拌好了，然后尝一尝好不好吃。走，跟我回家，莫哥。摸摸，再见，拜拜。回家啦，拜拜。我们在机场里面啦，现在买杯果汁。爱上你，
从那天起，明天有票。